好久不见，你们还在吗？消失的这段时间里，你们想知道我干嘛去了吗？给你们几个小线索，没猜到也没有关系，明天就来告诉你答案。梅子拍，差评。姐姐好久不见，难忘你美丽的脸庞。看多了网红脸，只想看姐姐这种天然美女吸吸眼。暴走，给姐妹一个大大的么么哒。难忘，你们姐姐的原生脸才真是让人难忘。庄教授在这边办公吗？哦，找庄教授啊？他去实验室了。啊，那我去实验室找他，谢谢啊。不是什么人都配当我校友的好吗？那些什么庄的教授、假的教授我都没听过。你啊，庄教授可是风云人物，这我是知道的。静心那时候是学生会主席，也算是有名有姓的人物吧。那么厉害呢还能？啊，你看看，会说话你就多说点。学生会主席你知道，不要太受欢迎啊。那会儿我们学校就流传着一句话，流水的美女，铁打的静心。你不会用成语就别用了。他语文成绩贼差，上学的时候天天抄我语文作业，现在说话还词不达意的。对对对，我语文是不好，其实静心的时候根本就是无人问津。这大学还有作业呢？对啊对啊，超惨的。那会儿文科必修课就是我的噩梦，那作文那阅读简直就要了我的小命。喂，真的？你在看什么呢？好像回到以前了，又好像没有，有点奇妙，反正不太真实啊。酸，真实了吗？从哪儿搞的这么酸的葡萄？我还一直想问你呢，你那个时候从哪儿找的一箱烂葡萄？那我不能告诉你，是不是你捏的？嗯，不是。快说，不告诉你，不告诉你，呀，就不告诉你。啊，小芳，你真是太棒了！一天花了很多功夫吧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美人姐，你跟我客气啥？我在公司问了一圈，刚好有个博主前两天一不小心骨折了，这个名额我就跟你要来了。可是别人的名额给我真的没问题吗？这次的公益酒会，星福是联合主办方，名额本来就多，多一个少一个根本没人知道，你放心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夏小姐谨慎啊，拿个邀请函还得听我把电话打完才放心。这你就误会了，毕竟你应该也知道，因为爱形成的关系是脆弱的，只有因为恨结成的联盟才是牢固的，不是吗？
我先到的，今天衣服你洗。什么你先到的？明明我先到的，你讲不讲道理啊？不管，我先碰到桌子的。不是你当游泳比赛吗？没这个规矩啊？有，我刚刚定的。哎，我发现你这人，又是跑步又是斗嘴的，消耗的能量比洗衣服都多。老大，老大，你这么早就来了，你可得给我评评理啊！不是多大点事还得老大评理啊？不就洗件衣服吗？我给你洗不就得了？你早说呀！老大，你手全好了。Tracy in NY， 哇，还挺洋气的。